肝病病友郭忠顺先生退休后，去年底响应肝基会全民复操活动，没想到检查后发现肝脏有9公分肿瘤，当天下午做电脑断层确认是肝癌，目前已顺利接受手术切除。他们举办今年操了没有的腹部超音波还有抽血检查，那我就在那个他们抽血检查的时候，发现说有的甲种它有蛋白到45，哦，那后来到附近医院先检查，抽血在超音波在电脑断层，后来就转进到那个台大医院找那个徐教授来做一系列的那个再检查啊处理，很庆幸啊，我现在还站在这里的话，就是感谢那个肝病防中心，今年超了没有这个活动啊，所以我才能在这边，而且徐教授那边的团队都是很温馨、很有爱心的服务。肝是沉默的器官，出现问题也不会疼痛，因此许多民众有慢性肝炎问题却不自知，而腹部超音波就是早期发现肝癌最好的检查工具。为加强肝病防治，肝基会与连锁超商携手合作，展开今年超了没公益募款活动，举办免费保肝抽血检查、腹部超音波等服务，由专业护理师提供后续咨询。好，一种是国人十大死因，这个是癌症是占第一位，那等一下在癌症我们再分出十大癌症死因，所以我们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呢是排在国人十大死因，原来是第六位，但经过这么多年呢慢慢一直下滑，到去年变成第11位，今年是第12位，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在癌症里面呢再把它抽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癌症是十大死因之首，再把它抽出十大癌症死因，过去呢是肝癌是占第一位，现在是第二位。B 型肝炎来说呢，我们是有分成打疫苗世代跟没有打疫苗世代，也就大约是40岁上下。好，40岁以上的国人没有打疫苗，我们的 B 肝带源率大概是15%，也就每5到6位就有一位。那么 C 肝大概4%。好。那么如果是有打疫苗的世代 ,B 肝带源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我们将来要努力把它归零。好，所以这个是 B 肝。那么大家一定想说，那已经是 B 肝带源，那就是不是没有办法。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在治疗方面有很大的突破。所以也就是说 B 肝带源呢，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发作，当然是很好，我们就继续追踪。如果是有发作，现在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药物，可以来控制这个病情，让它不要从慢性肝炎走到肝硬化、肝癌。那事实上呢，跟一般正常人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一定要定期追踪。卫福部次长周志浩也到场力挺公益活动，表示肝病已经是台湾国病，虽然慢性肝病死亡率近年略有下降，但仍是一大挑战。我们今天肝癌这里面的话，还是我们癌症的第二名，还是我们癌症的每一年。至少去年有7700多位民众因为肝癌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然后呢另外的还有另外一个每年的去年有3800个人左右，那是因为我们慢性的肝病而这样的丧失宝贵生命。这样整个加起来的时候，我们去年就有11500多位民众因为肝的疾病而失去了性命。如果我们把十大死因用这个数字来排名的话，它可以排到第六名哎。所以说，肝病是国病，现在威胁还是非常的大。那因此呢，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把它控制下来。今年超了没公益募款活动还特别邀请青春洋溢的啦啦队拍摄宣导短片，借由简洁有力的口号呼吁民众了解腹部超音波对肝病防治的重要性。今年超了没，超了没，你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超音波了没。哦，超音波了没。今年你有去照腹部超音波了没？如果你每一年都定期做腹部超音波的话，也可以发现胆囊、肝脏、胰脏。哎呦！如果有疾病，还有肾脏。哎呦！对，如果有疾病的话，都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哦。哎，不错不错，哎。什么动作比较有连结性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做的这样，
对啊，这个就是指腹部超音波的意思，就找这一块讲。哦，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还有就是我们会有做，对，这边这个是我们这样一排一排这样走，就是有点在象征火车的感觉，筛检列车。哦，筛检列车，大家一起加油，跟上来，对不对？好。肝基会希望透过更多的筛检活动传递正确的保肝知识，也希望民众捐款协助肝基会继续推动防治到治疗的相关活动或计划，早日消灭肝病。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